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，202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4日至26日举行。我市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研考工作部署，加强工作调度。教育部门会同国家教育考试局级联系会议成员单位，切实做好考试组织工作，认真开展考生信息摸排，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政策，不断优化完善考试防疫方案，研究制定考试主考方案、安全方案，科学设置考点考场，强化试卷流转保存、应急处置等措施，确保实现如期考试、应考尽考、平安研考，保障考生合理诉求。